第二，明天哪儿都不许去。我就在项目站待着，哪儿都不许。
哎，好，太好了！二傻子，都散了吧，听我爹的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！爹，这样行吗？ 白云，不是你，白哥，你这，钱拿走啊！你爹现在拿走，钱也拿走，王八蛋！少爷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忍了两天了，我去把二哥带到易水边埋了。不许去！妈，二哥是咱们属管的人，他死了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你去。 管什么用啊！是啊，天少爷，万万去不得。谁领的，谁要替死了那个日本人偿命？咱们死人就不偿命啊？尸体放在那儿，就这么搁着？妈，日本人还替咱们开赎管呢，信得过吗？信得过吗？跟在妈后面。
这个人可以拉去安葬了。舒荣先生，我已经给了你想要的尊重，并且我还会给徐书成先生尊重。君子堂能不能开课就在今天。香木镇所有的人是否可以平安也在今天。
日本人要开君子堂不是件坏事。你说咱们家大小姐她总是不开口。我看好像是舒城老爷不愿意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想啊，咱们家大小姐多金贵的身份，可现在都抛头露面做起买卖了，还忙里忙外的。你说这为了徐家君子堂，她什么事干不出来？没准儿，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大小姐说句话不就完了吗？舒城老爷都不敢反对。哎呀，可这日本人就是冲着舒城老爷，这你还没看出来吗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在后院。小左，你忙你的，我给您带路。舒城，我陪你还不够，你还要叫青娘。他昨天让日本人欺负了，我想看看他。要是日本人欺负我，你会看我吗？老顾，我天天看你，日日看你，我这一辈子都会看着你。如果有一天你被人欺负了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因为你是我的妻子，这跟同不同房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可是对我来说关系大了呢。太太，先生，青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不知先生叫青娘来有什么吩咐？不关先生的事儿。
他们叫我去干什么？日本人怕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其实我更怕他们。这菜做仔细点，我这不做。嘘，别没事找事。没这帮王八蛋，我二哥能死？入土为安吧，咱们香木镇只要徐门能镇得住东洋人了。徐兵们能弄？你别没事找事啊！赶紧弄那菜。你那不，你的胆小你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经常和义弟叔伯。长青，还有你，我们一起放风筝，以此为乐。青娘，你在京城，小时候一定也放过风筝，对吗？玩过的。会做吗？梅先生做得好。书成，你就让日本人一直在外面等着。马上就好。可我这心里……七上八下的，不急，是不急。反正有两个人陪着。我记得清代李渔曾经写过一首名曲《风筝误》，记载的是一美一丑两姐妹爱娟、淑娟。分别在风筝上面提了十句，然后一起剪断了风筝的线。捡到风筝的两位男士前去提亲，终成就了两段美满的姻缘。我看还不如一个男人捡到风筝，把两个娶了算了。倒也是个不错的结局。徐书成先生去了。叫宝姑姐了，宝姑姐。我把你带到徐家，你心里愧不愧啊？不愧，亲娘没有对不住先生和太太的地方。那为什么徐书成老是跟你在一起？宝姑姐，亲娘说句不该说的话。什么话？宝姑姐是苦命人，
心里就喜欢先生，可先生心里比谁都苦。我让他苦了？不是，先生的苦不全是来自女人。先生心思清晰，没有出处，一腔抱负没有施展。我是绝入不了先生眼里的，只是这宅子里多了一个他可以说话的人。你倒是明白。亲娘是个明白人，否则也活不到今天。没有我，你早就活不了。就是知道这个道理，天打雷劈，亲娘也做不出一丝对不起姐姐的事情。许先生是徐门的人，徐门是你的绳子，陆秀柏不是，所以他飞走了。唐景金说的对，这是许先生第一次称呼我藤井君。如果要是早几年在日本，说不定你和我会成为朋友。现在就不能成为朋友吗？不能。今天小店请客啊。徐先生，我尝尝新菜。谢谢。
酒醒何处？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美景虚设。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？秦娘，我这一辈子快走到头了。先生，日本人并没有说要杀你。堂堂燕大的教授，徐门的长子，要在君子堂里面教日文，教则活，不教则死。你觉得我能活？先生既然想定，又何必伤感呢？秦娘本来走的也是苟且偷生的路，但强人步步紧逼，没有活路，那就认认真真的去做死路。是大姑的词，还是自己的话？是我对先生的话。为什么没早点遇见？
期满等于也没了。要是你徐爷爷活着就好了，他老人家走了以后，这个家就没了主心骨，分成了三份。你说的是徐简伯爷爷？是。徐爷爷在的话，早就跟日本人翻脸了，又等得到现在吗？他连自己主子都敢死谏，更何况日本人？豁出去命算个啥？死谏也是讲道理，
全中国人的命都豁出去了，我不管。要是咱们家上日本客，我就走。你去哪儿？我忍不下这口气，我丢不起这人。你走。妈，带着您一起走，咱们家都成日本窝，留着干嘛？这里是家。妈，我这话今儿撂这儿。如果君子堂上东洋客的话，我绝不接受。 祖先们的在天之灵中汲取拼死一搏的力量，冥冥之中，他仿佛看到了父亲坚毅执拗的面容。父亲的死谏并不能救活科举，但他以生命为代价维护了读书人的尊严。今天，他的血脉中也继承着父亲的文人血性。 他也会像父亲一样坚持，以致付出自己的生命。虽然并不能打赢这场战争，但他却能以一个读书人的方式向后人昭示，他也能像父亲一样，为自己并不成功的人生写下浓重的绝笔。
然后再拒绝。